手吧。晕锤锤锤，征服者触发锤锤锤锤，干啥呢这？你给我晃啥呢？锤锤吃药，锤晕锤锤锤跳锤，得了，抠开呀！回家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回头一下干啥呀？操作失误了。而且瞎着个右边呢，我寻思他收了得了吧，那也不用交闪现啥的了，算了吧，操作失误了，突然之间鼠标有不好使，有问题。这波先不杀他了啊，虽然我们已经杀他两波了，但是这波呢我们好好吃波兵。你干哈呢？不是就今天就不杀你就不行呗，就非得就是就必须得杀，不杀就不行。行，看住，硬往塔下里边穿，也不知道穿什么玩意儿呢，还要背我，咱就必须得第一件就破败，有破败有续航。锤重锤，你搁那背啥呢你呀？你不会摁波浪剑吗？你就送吧啊，你就送吧，马上我就无敌了。炼金这英雄好，你俩干哈去了？这有兵人看不见吗？哎呦我操！把他们也算上。别回吧，哎呀我操，烟雾弹，炼金这英雄好，你知道吧，死呢可以说是送死的，不死呢可以说是自己厉害。来一个针眼，五分钟死五把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杀开音把头给炼金，不行，杀不了。锤跳上来，锤一晕锤，好吧，看住，干哈呢？还有谁？
吃塔皮了。掉下来重锤，晕锤，锤，重锤。回家破败啦，出个杀人书吧。确实行哈，武器大师出本杀印书也行，但算了，我这是破败出了就行了。确实来本杀印书行，这武器大师先出破败，杀他杀的快，带减速的。炼金一会儿团战伤害也不会低的。那不会低的，那是相当低。追吧。没想到吧。多少钱呢？140是吧？他现在征服者好像是零，来干啥来了？这好像不太是你能来得了的地方啊，小伙子。石头人有吗？给我过来，来。啊！别！你也得死。哎呦我操，终极爆弹，耀光来一个，杀人戒来一个。要不这蛤蟆上来都杀一杀的炼金吧，行不行？这人头我不想要了，那也不给钱呢。现在给我，赶紧吃塔皮呀！跑中路去了，那中路都杀一杀的。这个炼金很明显就是想正常玩炼金，但是啊，死到第二把的时候
他就心态就爆炸了，他寻思那算了吧，反正死都死了啊，那就多死几回。就是这种心理，这种心理活动。说为什么狂？少年啊，哎呦，我这蓝天伤害有点高啊，这德克萨斯木印虚区有点高。波比啊，死！我本来是想杀蓝天的，我没想到这波比跑过来。杀人戒指卖了，我不想要，好像没什么用。杀人戒指还没有那药水卖的值钱。出招吧，这个卖了也不行啊，算了，这么地儿吧。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。双修武器啊，双修，那他送人头啊，他死十三吧，我正好杀了十三个。有一把是蛤子杀的。小龙，小龙可以要。还有谁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嗯，谁打的红？哎呦，那跳为啥没跳上去啊？好怪啊，我摁跳了没跳过去，丢视野了，刚好最后零点一秒视野丢了。干啥呢这是？差一个呀，这么的吧，不出了，我们来一个美甲窃魂卷，整一整点活，整个美甲窃魂卷。虽然我只有一层，下就把他火蓝杀了，从上面走，从下面走，他容易晕我。叫小兵晕，锤锤，重锤，贴锤。柴银也不值钱。这个我确实。不聊算了吧，我们回中
出个美甲窃魂卷去，来个猫子怎么样？美甲窃魂卷配个猫子，最后我们来一个防御装备，双修。没想到吧？他百分之百在这里，你就去吧。没在。那我回家了。咋不出科技枪呢？科技枪没了，删了。看住！科技枪被删了。先打个红，辣石做牙有点脆呀、啊。别弹我，别弹我啊！别弹我。十三层美甲窃魂卷。感觉这伤害也没差多少啊，八十点法强也没加多少伤害呀。跳上来锤锤，算了不打了。你给我死！四层美甲窃魂卷。漂亮，吸点血。快点杀我的美甲窃魂卷，二十一层了。五十比十五，五十一道啊，二十分钟能你们能死了五十把，确实是挺厉害的，就是平均每个人死十把。也算上。上路推一波，猫的马上钱够了。往左边走啊，不打了，这红等他过来。回家出猫呢，补一件蟹手。我又回来了。现在我一 W 打多一倍伤害，我大招
也打多一倍，多两倍大招。看招！这波三打二应该能打，打完推了吧，拿下。这锤死一个。啊！好像亏了，美甲欠魂券没了。我开大招打人没用啊，被动伤害就固定的180加法强，不是护甲魔抗。等我一会儿行不行？我还五秒钟复活。杀银书卖了，买个蜡十字牙，没那妈你算了。杀银书加多少法强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杀银书每层五法强。25层就是125加20，145。看招！我试试能不能直接把这波比给他秒了啊！我一 W 敲了他640，加上我们的物理伤害，应该是我估计应该七八百的。